这段时间每天都加班啊？嗯。他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而且每天都嚷嚷着让你给他检查作业。最近单位事情是挺多的，下次有空啊，我带儿子去游乐园玩一天，算是给他的弥补。今天妈打电话来了，嗯。说他身体不太好，我想要么把他接过来住吧，这样咱们也放心些。这是咱这房子，太小。嗯，你跟妈挤一挤，我睡客厅。等过2年啊，我有点积蓄了，我把这个房子卖了，换个新房。新房，新房，新房，说了几年了？温柔贤惠的李静看着丈夫赵平，并没有把自己的话放进心里，多少有几分失落。她不知道，此时的赵平心中却没有她想象的那么轻松。老板，小陈啊，这预售证什么时候下来？老板，咱们这期项目一共6幢房子，还有最后一幢房子，因为资金问题，他还有2套没有办法动工。您知道，他没有办法动工就拿不到这个预售证了。你去想想办法，尽快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。下个月我必须拿到预售证。我都打听过了，部门里管这事儿的人叫赵平。赵平，我知道，跟我还算有点交情。我和他同一所大学毕业的，算起来呢，还是师兄弟呢。走吧。赵平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还是老样子，跟以前的学校一样，一点都没变，还是一表人才啊。是啊，师兄，这时间过得真快。还记得当年一起打球，躺在草地上做梦的样子。那时候你个头不高，胆子又小。还记得有一次帮你出头，你没忘记吧？哎呀，记得记得，这哪能忘记啊？我也不给你卖关子。哥哥最近在这个房地产行业里也做的是风生水起，不过最近遇了点小小的问题。你手上有一个项目，正好是我负责，也没什么大事。听说只要你签个字儿，就能搞定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情谊我都记得，但不是这么个换法。赵平愤愤起身，他没想到。眼前所谓的老朋友叙旧，不过是一场有备而来的局。我只能用别的方法。赵鹏跟咱家住家就是这方面上的，他妈怎么来住两房太小了？哦，不应该呀，他身居要职，自己住那么个破房子里。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机会啊，既然人情牌打不进去，咱们就来个投其所好。我们最不缺的不就是房子吗？高啊，老板，那我现在去安排。去吧。哎，嫂子，怎么样？看完了吗？还满意吧？不是跟您吹牛啊，就咱们这个房子，无论是地段还是环境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好，很适合一家三口住。嗯，这环境确实不错。我们家老赵怎么说？满意，看过了，特别满意。
再加上你们小两口不是打算跟老太太一块住吗？这个房子完全合适。嗯，可是这房子应该很贵吧？哎呀，赵哥跟我们老板那可是师兄弟的关系，给你们是公司内部价。考虑考虑啊。好，你看看这个房子，再看看啊。好。你怎么就这么糊涂？我也没做什么事儿啊，我只不过受你老同学邀请去看了看房子。再说了，咱这房子也该换了。你看看妈和多多，就挤在那么丁点大的地方，你看着就不心疼吗？这不是心疼的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。你不要忘了，我是你党员。党员怎么了？党员就不能住得好点了？再说了，人家又不是送给我们，只不过给个内部价，比别人买优惠些。说到底，你就是自私。你有为我们娘俩想过吗？你有为妈考虑过吗？妻子李静的一席话，心酸而委屈，锥心刺骨。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浮现至赵平眼前。你有为妈考虑过吗？等我长大，一定给你买新房。也没什么大事，听说只要几种声音交织在脑海中，使他痛苦不堪。平儿，明天刚好是周末，和妈一起啊，回老家一趟，去走走，散散心。母亲的话让赵平意识到，这几年一直忙于工作，回老家的时间却越来越少。你小时候啊，最喜欢在这棵树下面玩了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是啊。跟你说了很多次了，给你把屋子翻新翻新，你就是不愿意，万一再漏雨怎么办？这修修补补啊，也不是挨了一年又一年吗？妈不愿意翻新啊，是因为见不到你的时候，我抬头一看，就想到了你小的时候。妈妈，我给你擦擦汗。嗯，妈妈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的读书，等我长大给你买大房子。好。妈，你看我到现在都没有让你住上大房子。平啊，妈一直跟你说的一些话难道你忘记了吗？妈，没有，我一直都没有忘记。你看，我说过吧，只要诱惑够大，谁都挡不住。我这个师弟啊，自己送上门来。喂，师弟啊，哎呀，你总算是想明白了，不见不散。成了。立。去倒杯水。好嘞，老板。果然，
这姜还是老的辣，这哪有人跟钱过不去啊？哼，错，还真有人跟钱过不去。老板，那咱这钱不挣了？挣啊，谁说不挣了？只不过是合法的挣。这条红线一旦触碰，毁掉的不只是你我，还有这么多业主的保障，还有你多年行业的信誉和名声啊。这几天我已经跑了好几家熟悉的银行，资金周转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跟领导申请过了，只要一切合法合规，预售证审批上我们会加快速度办，不会耽误你一分一秒的。兄弟啊，我差点就糊涂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妈，来，这是你的房间。妈，以后你就住这里。妈，这房子你喜欢吗？喜欢，这房子太好了，你看多好呀。我就说了吧，凭我们自己的本事，一定能住上好房子的。至少啊，这房子啊，咱住的安心。是是，你说的都对。平儿啊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妈用不着住什么大房子，无论住在哪里，我们的心一定要踏踏实实的，就像村口的那棵大树一样，挺直了腰杆。好，我长大后能像你一样又高又大吗？